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常春藤老年大学第23届老年班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兼校长。我们需要选个班长，大家踊跃报名吧。老师，班长选我们队长呗。就是他舞蹈队带子多好啊，可以带好队长。哎呀，班长嘛，大家都可以选。我觉得呢，应该把这个机会多多让给年轻人，让他们锻炼锻炼。不过呢，为大家服务的事儿，我王雨田在所。我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也想竞选班长。杨德富，杨德富，聊聊，怎么突然想当班长了？做了这么多年的副驾驶，谁不想转正？哼，我怕你吧，握不住。我把握不住，你往下窜窜，把位子让给我试试。果然想篡位啊！我跟你这么讲吧，咱们姐妹同车共济，这才能把车开得又稳又快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当然明白，这就对了嘛。这次啊，你全力以赴地支持我，等下回我一定支持你。那为什么不是你支持我呢？没得聊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坐副驾驶了。这次选谁当班长，你们心里都有数了吧？王姐啊，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当队长，你的能力啊，我们大家伙都看得见，哪用当到这些？是啊，是啊，只不过你的鸡蛋才10.08，你老杨酸奶11.3呢，算起来你还差人5毛。我们加面筋纸。喂，钱大妈，王姐这块可加面筋纸了，你那怎么样？面筋纸啊，我们家羊绒毛巾。我们送保温杯，我送花生油、微波炉、咖啡机、扫地机器人、净水器。快点了，快点了！哎呦，钱大妈，你也是媳妇啊？是啊，赶紧的吧，帮老杨家还得搬老王家呢。哎呦，快想去吧。杨姐，咱们还送点什么呀？不能再送了。送不起了，不行啊！你现在不送，之前送不都白费了吗？可我觉得这种大撒币换不来选票。哎，杨姐，你放心，我们啊不会白拿你的东西，肯定都支持你。喂，你谁呀？你的 LV 包是假的吧？你怎么？还有你的眼睛，也是割的吧？这你都能看出来？你的衣服、鞋子、裤子全是假的。不想让全校都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喂，老孙为什么走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支持杨姐在我这儿没得商量。我也不打算跟你商量，让老吴接电话。喂，老吴啊。你们盯上了一块野菜地，约好了这个周末一块去挖，结果被人挖光了，是吗？是又怎么样了？我这里有一张你周五一个人偷偷挖野菜的照片，要不要我发给他们呀？啊？我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大妈都会犯的错误，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们还能有多少人呢？没办法了，我现在啊，只能凭我的姿色，我再去争取几个老头儿。
王雨田，王雨田，我们姐妹这么多年，你跟我玩这一套。哎，怎么不上你家开会了呢？还去我家啊？我家都快被你们搬空了。老赵和老李呢？他俩接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难道是老杨？我估计是，他最喜欢看《甄嬛传》了。哎，对面怎么回事？老杨那边怎么人不多呀？哎，咱们他们那边人怎么这么少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涡州小区那边。好了啊，现在人都到齐了。我们这次呢是匿名投票，一人一票，多选作废。来，往后传一下。希望大家谨慎。好了，现在结果出来了啊。刘小晶同学9票，王玉田同学10票，杨德富同学0票。那我们恭喜王玉田同学。谢谢。不可能，是绝对不可能。老杨，老杨。我说过，以后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。这是字据。算了吧，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姓刘的而已。上车。走。万一我要真选了你怎么办？不可能，我还不了解你。我真这么想过。哎，跟我玩一会儿。你小心，玩一会儿，没事。哎，你小心！哎哎。